这边也可以过来。我是搞现在缺的野鸡那个。啊 ，OK， 起码可以不太荒废先。有个老就是阿玲，上次七月尾嗰次，我争部车，他同我买，我都好紧张。之后佢一落车就话咩，同我隔篱个老新话俾佢，佢因为成手佢就成个即系个架都住气咁样，揸住成手热气。我怪佢之前冇买，我之前我差十零蚊三蚊做嗰次咪就有咁多热气出身，几多钱？攞完啦，执翻揸下三三。你應該去十四訪問姓楊嗰位車主，佢好有意見。個肥咯，肥呢個超肥哦，嗰個。其實佢唔係唔中意三三，佢唔中意花膠。咁咧，你一有三三，即係以前佢揸三三冇嘢，但係佢依家揸三三魚都會咩嘅？係。所以坐花膠都肥。我一坐就坐到拍台之後，因為以前我之後咧落車，你坐到邊啊？我想跌多一次啊嘛，揀下之後邊我咁。有一次佢直，我唔知邊個追十四一尺雪牌落車，跟住佢即刻佢話落車啊，早走。因為落車之後咧，即刻三條通走，鄧友走邊個先得啊？係係可以嘅，佢有試過咁。爸爸我都試過一次，一唔識。我試過一次係佢直情咁樣一走。拍架車拍到去過咗唔知咩富豪海灣嗰個位先上嘛，咁就呆咗，之後等下班走。所以嗰啲有數嘅嘢就唔啱噶咯。唔係，爸爸我都試過。所以十四我而家追我通常唔坐到炮台，即係我依家都係唔追啦。以前我追三三嗰陣就坐到去富豪灣落斜坡對面，咁佢冇富豪。係係係。而家三三追到十四，其實做咩？爸爸我就唔同，嗰次一五四六佢開車係咯。知道唔少人影佢驚影佢嘅，其實佢架車唔係執，執翻呢啲車都俾人影啦。唔知啊 ，SUD 二係啊，我老想影嘅，一係二成咧 ，Sogo 起咗，冇人知冇人報，一個影埋即刻拉嗰個太陽個鏈嘅燈籠。咩啊？好過 F 十六線。咩啊？你繁忙時間一零二一二咧，特別嗰陣做啲我啲早晨做特技咧，有啲人會。那個攞特別快，咩 SUD 喎？一二成二度，中在八點幾度。今晚都有可能啊。佢做完一八做咗一二。喂，個老老地咧，戴口罩。戴口罩之後一影即拉鏈咯，唔知啊。我坐佢手車，我之前坐佢揸。我對黑燈冇咩印象。我之前坐佢揸 VG 咯，即係影嗰時，因為我仲住喺近日，癲緊咯，哇！咩人坐佢？你眼望我眼喺監獄度望住佢，就咁開個鐘頭，準備坐翻架車翻返去北角。咦？
身嘅，喺上邊唔好喺總站。日日行翻翻去，日日行翻去大街搭十四手，冇得揀嘅嘛。應該點？話三咁就嗰班大尾班嚟噶嘛？我哋倒十四手，我哋去大街搭十四，冇得揀。新嘅。飛站飛咗兩三個站，你清楚嗎？前上見到後面有個六號，定咩的士嚟？六號嚟，六號嚟，我揾咩落六啦？喺浸飛，前上咁浸飛咯，截住嗰啲浸飛啊！黐線，飛啊 ！K R 239412咧，飛咗兩個站。尋日個 K R 239412去到總站已經即刻搞黐線，正常係有啲正常正常。我唔知啊，我寧願見到我即刻跑去。啱有冇 B 同 B 做試下 E M 佢專登喺。去到總站長雲嗰個站已經黐咗行，我位成堆包埋兩三個鐘。佢仲未做，佢總都行未落，就咁就咁黐，直接煙火咗排。佢啲黐咗排咧，佢總站咧，因為我都有影響啊。但係佢有影嗰陣時咧，佢又冇開走喎。